不能够给你一个疼爱你的爸爸。可是你不要害怕哦，因为妈妈会保护你，陪着你长大。把你肚子里面的小孩生下来，凭什么可哄他开心？你刚刚没听到？刚今天你跟我讲话哎？会放晴，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。你的明天有多快乐？嗨，纪念品，我是妈咪呀。
笑，你不要笑，醒醒啊！陈心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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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你给我进去，你必须在外面等。不好意思，求求你能帮我救一下陈心怡。由于外力的撞击，孕妇的胎盘太早脱落而导致大量出血，为了保护妈妈，我必须紧急做引产手术。你的意思是说有男人纪念品？这是引产手术同意书，麻烦你签名。不能两个都保住吗？目前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，季先生，时间紧迫，你赶快签名吧。现在上我的红的飞行，你先生，陈曦，我求你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我求你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我求你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你是谁呀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玩？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呀？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你要去哪里？不要走啊！不要离开我！纪念品，纪念品，纪念品！星星，你起来呀！哎，不倒的腰不？你有要吃什么话不？妹。妈特别炖了鸡汤给你，我带一点给你喝好不好？好，还是你要吃苹果，二姐削给你吃。我要看小孩。小孩呢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的小孩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
样的人。我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连小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快快快，你们谈安尼讲啦。我的小孩没有，我的小孩没有。是的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这唔是你的唔对，这唔是你的唔对。我没有用。不，你唔通安尼讲哦，乖，乖乖乖。我没有用。乖啦，小孩子没有。不讲，说不准滚出去。心怡，他还好吗？可不可以让我进去看他一下？妈，你不要叫他进来，我没有看到他，我没有看到他，我的小孩子，妈，我的小孩子没有，妈妈被黄金买了，我的小孩子没有了，乖乖乖乖，我明家明家。你让我看他一眼就好，看一眼我就走，要不然我不会放心了。你看他一眼要干嘛？要逼他签字对不对？你救你了，我们没有最怕的。你走了。你让我进去吧。Sorry， 小陈啊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好不好？陈爽刚刚在家里面听到陈心怡流产的消息，当场昏过去了。我拜托你现在冷静一点，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？你走了，这是你留下来的，请你帮我，帮我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走了。医生刚刚来家里看过了，董事长现在暂时稳定下来，只是他停不下来，一直在哭。是你说他不想见我，也对，他现在一定恨死我了。他之前就有流产的迹象，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呢？为什么上次在干嘛？市长。为什么要追他？为什么我要救他？我只要害怕签了什么该死的协议书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为什么？所以你冷静一点，社长。没事，陈心怡不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的，社长，那是意外。那不是意外。这不是意外，陈心怡是我害的，纪念品也是我害的，这不是意外。
透风啊哩，啊，衫会满着啦。妈，对不起哦，我又让你担心了。哎呦，妈妈无伫烦恼啦，你拢回来一礼拜啊哩，哈，啊该讲的唔该讲的，我甲恁姐姐拢讲到咧有嘴无烂嘛，讲到差不多啊。妈妈甲你讲啦，咱生囝哦是爱看缘分的啦，就亲像你，妈妈咧一直想要甲你提掉，啊就提袂掉，你嘛是出世来话做囝，啊若无缘分的哦，卡那拢袂对你啦，知无？知。啊对啦，厝内底讲有一个查甫人来找你咧。谁啊？啊，我也知道。哦，讲我们台北来的，穿那种西装，我搁干内裤带，穿了真烟斗。去看麦，去看麦。哦。搁看嘛无效，啊，都无缘呐。哎，等妈妈，等妈妈。我还记得顶阵送你离开咱江母岛的时阵吼。是你出嫁迄天啦，啊，迄时阵哈尼啊风风光光，想讲通啊嫁入豪门，啊，今日乃是这个下场啊。妈，好啦，陈心怡啊，妈妈甲你讲，妈妈吼，即届无要求你讲讲你赚大钱爱飞黄腾达，我只有要求讲哦。你迄忍耐的个性，你都爱改啦，对家己较好一个，爱家己爱过得较欢喜一个啦。即届去哦，欢欢喜喜、健健康康转来，安尼知无？知。哎，阿姨，你别这样。真两个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细汉查某囝吼，这个28年来哦。每天都过得很坎坷，没有一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啦。我嘛知影哦，你甲伊非亲非故啦，啊，我伫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啦，所以讲麻烦你，你多给我照顾一下啦。好了啦，多谢。阿云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心怡。多谢多谢，好了啦，妈。陈心怡啊，你会记得哦，到上海吼，都要叫你打电话回来，给妈妈报一下平安哦，妈妈安心，知无？好，好，好，今天别胡，今天去上山，进去啦，进去，你要保重哦。好啦，好啦，今日去啦，今日去啦。知道。